但之后西苏斯涌入了一堆人，好像发生什么世界大事。虽然我搞不清楚那些人为什么拼了命的挤到一个后门前面，不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赚一笔的好机会。对方动手了，我撞一下会怎么样？我已经收集了这么辛苦，不是为了要让一个长得像猩猩的家伙当英雄的。向死吧！站住，同胞，大家冲啊！有人要买药水吗？这就是冷静室的经过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可以坐船我就用油的？你不是想成为一个强壮的兽人吗？我是来帮你训练的，这是训练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如果是我的酋长的话，一定会这样锻炼自己的。这个我已经派人过去拿你们的东西，我想他们应该会在。好，你已经派人送来了，这真是太好。他要先去外域一趟才能过来啊，这有点，不然我得要自己去拿吗？可是你们广告上不是说大哥呢，我们要去外域一趟。哦，这把剑看起来很有来头。这个是一个叫小客人送我的，这是纳克萨马斯那个家伙。哪个萨马斯？是纳克萨马斯。你再想象一下好了，有片绿绿的水，上面很多骷髅，加上一些蜂舞者，一些蜘蛛跟你捣怪，一些穿着很奇怪的人类，把他们加在一起就对了。听起来真是个不舒服的地方。那时候，天谴军团大举入侵了艾格拉斯。天谴军团入侵了，一定又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吧？其实也还好，那些僵尸也只是吓吓人而已，实际上没有真的侵略了什么。后来纳克萨马斯突然成为东瘟疫之地的地标，当然要是我发财的机会啦。一米八的萨瓦斯模型，一米170，富家的总裁。那个萨瓦斯报告，我是小哥。天谴军团的同事们快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还有那些观光客，不要再搭讪我们的 Mela。至于那个在卖公仔的哥布林，我不记得我有同意你用我的造型，快给我收走。既然不用对抗天谴军团，那大家都跑到哪里去了？他们都跑去那里了。哎，派奇大大，你是热沙企业的派奇大大吗？我买了金珠在你身上吗？金珠？哦，你就是索尔啊！来来来，珠在这儿。不要跑啊！索尔酋长，索尔酋长啊！索尔酋长，你是我的英雄，我希望有一天也能跟你一样，成为一个勇猛的萨满。太好了，年轻人，我们部落就是需要像你这样有志气的萨满。索尔酋长，你可以教我怎么样能跟你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元素萨满吗？元素萨？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一套了啦！啊，
年轻人想要跟上潮流，就要像我一样当个奶妈。你看，讲这招就很厉害。现在的世界不是要靠蛮力，要靠头脑，脑啊！德哥，走，我们去给阿嬷看，这只猪多可爱啊！你还好吧？索尔酋长原来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勇猛的萨满，我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消失了。唉，我以后到底该相信什么才好啊？哼，英雄，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英雄，把你自己变成你的英雄不就好了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只要变成自己的英雄就好了。就是这样，年轻人，你帮我做了不少事，来，这把剑送你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等我变成了英雄，我会回报你的。好了，你该到外面送货啦，加油吧！再见了，你要小心啊！就是那把，我被偷的就是那把剑。啊！我不要你的小偷！不，不是这样的，把剑给我还来，你们误会了。你什么都误会了！你佩奇，你这个混蛋！拿个主意好了，你觉得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吗？啊？那我就当你说是喽。要是索尔酋长问起的话，我就说是你决定离开的哦。啊哈！好，就这么决定啊。阿哈先生，您真是果断啊。啊？别这么客气了，走吧，我请你喝一杯。啊？可是拜托你喝酒的时候不要再漏满地啊，这是很浪费的。啊哈！